各位，又是我哋萬不同集的時間啦。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就每晚同你做隨想，咁就幫自己幫各位解下夢。咁今日咧就已經去到第三輯，就係周二嘅隨想，就係2019年嘅8月6日嘅晚上。咁今日係講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8個字。咁呢8個字咧就琴日我哋嘅特首啊，林鄭月娥女士咧就拎咗嚟大做文章，然後跟住有好多德高望重嘅好多人欣賞嘅温和嘅理性嘅時事評論員咧，其中有啲咧又拎嚟做文章，佢話如果呢8個字用咗咧，就會俾個位，應該就係俾位林鄭入，就係幫佢解圍嘅。咁就亦都有一啲温和啲嘅社運人士咧，就覺得會唔會呢8個字其實係一個陷阱嚟嘅咧？咁我又要即係我唔係淨係講呢個 point， 但我要講下呢件事嘅起源啊。咁呢8個字就係本土民主前線呢個一個政治組織咧，喺2016年嘅呢個補選啊，立法會補選啊。嗰時係承認嘅，我哋睇講緊咧就係因為呢、這個，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湯家驊辭職出缺，咁佢嘅得意門生徒弟咧就楊岳橋咧就係、是、想繼承，就喺補選度爭呢個席位，係代表溫和嘅泛民啊。當時湯家驊係冇，即係仍然係被視為泛民嘅一份子嘅，即係佢辭職嗰陣時。咁就呢個建制派咧，就係、是、一個叫做周浩鼎嘅人物，而梁天琦咧就想天下三分。咁當然咧，呢一個係好激烈嘅角逐，而最後咧本土派咧都攞到60000多票，係66000多票，係唔錯嘅成績。咁當時攞到好多生批咧，就係佢哋競選嘅綱領啊、口號咧，就係、是、呢8個字啦，成日講。就係、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啦，咁所以第一件事咧，我一定要同大家講，而家林鄭拎呢個口號嚟講乜嘢？2019年嘅時候，當次嘅補選，梁天琦係一個合法嘅候選人，佢呢個口號係解釋得清清楚楚，同港獨一啲關係都冇。佢係可以參選攞到60000多票，雖然佢贏唔到，佢係排第二。咁而家2019年嘅年輕人，或者而家嘅抗爭嘅人士，將呢個口號再重新拎嚟循環再用。咁如果當日可以合法地用，可以合法地參選，可以攞到60000多票，點解今日呢個口號會有問題？點解冇一個評論者去講過呢點嘅？我喺我寫我啲大綱嘅時候先發覺冇人講嘅，好似避如射箭，當佢發瘋一係，喂唔好鬥啊！呢8個口號啊，轉移視線啊，俾人哋俾人哋解圍啊，引入一個陷阱啊？點解咧？嗱，首先你同唔同意你佢嘅解釋係一個問題，但當日本民前用呢8個字嚟選。佢攞到60000多票，點解而家唔可以再用呢8個字嚟去作為我哋即係呢一個運動裏面嘅其中一啲嗌得響當當嘅口號呢、啊、如果你唔同意嘅係唔同意啲乜嘢呢？你驚嘅係驚啲乜嘢呢？我真係唔係好明喎，啱唔啱？好啦，咁當然後來梁天琦呢第二次參選呢就被 DQ 嘅。但你想想而家周庭都被 DQ， 周庭被 DQ 不是因为他本人做过什么，是因为这个由学民思潮那个骨干衍生的政治组织就是 Democisto， 是吧众志啊，他们的纲领有自决那两个字，当日小丽老师那个衫领都有个决字的，佢都係叫做自決派喎，但係小麗老師被 TQ 係因為佢宣誓嘅時候有啲嘢令到某啲人不滿喎，呢個根本就違反香港嘅法律精神，問違反過往嘅慣例。我而家唔係講緊你中唔中意劉小麗，
我不是讲你喜不喜欢本文前，或者你对梁天琦这个人个人有什么看法，但是这些后来的 DQ 是根本是去到全部都是歪理来的，是不是有强权就没有法治的。但是当日2016年3月那个补选，本土民主前线就用紧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亦都有解释到这个革命的意思是要改革，是要变化，由头到尾都没有港独的、哦、所以呢现在你班人是怕，我觉得是一种不能解释的心态。那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讲的民意，很多人就说民意啊，团结的人啊，如果你用了这些口号呢就团结不到人的了，我们要团结多数的人，咁我哋嗰个声势先壮大。咁我用我自己嘅经验同你讲啦、上个礼拜嗰个遮打花园嘅金融人快闪呢，我喺现场，我本身系一个金融人几十年，係咪而家都仲系。咁所以喺嗰个情况之下呢，我亲眼亲耳睇到有好多口号嗌过，嗌得最响亮、最激情、最投入、最多人附和，尤其是年青人，年青的金融财进，就是这八个字。那你说个民心在哪里？是不是？为什么这些人不讲这件事呢？是不是？即是这些东西还要拗，事实面前哪有得拗的？那其实又讲回我们的反占中的民反占反送中的、我讲口误啊，反送中都是讲嘢，不要那么激动。反送中的文宣做得最杰出、最有声有色，就是 G20 的时候跟国际接轨嘛。那 G20 的时候我们讲过几个口号，那后来在游行里面呢都是反复地喊的，我自己喊得都很顺流，还有很多人跟，我都有名叫大声公，就是 Free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Democracy NowRight? 其实 Free Hong Kong 就可以解做 Liberate Hong Kong。 Liberty, Liberate 和 Freedom, Free 是他们是 synonyms。 OK? Liberate 即是解放，即是将我们的自由给回我们，即是我们可以重新做自由人，不做奴隶，摆脱锁链，摆脱枷锁。这些没有说有没有一个新的国家，有没有一个新民族，不是讲这些东西，是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做一些人天赋人权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即是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有两个字叫做 self-evident， 即是不说自明的，集会、游行、组织工会、罢工、参选、被选举，是吧？那这些就是 self-evident， 那这些就是 freedom， 那你就是 freedom， free Hong Kong， deliberate liberate， liberate Hong Kong， 你都可以这样推下去。那光复香港就是即是 liberate Hong Kong， 是吧？那所以其实他之间的精神呢是一环一环扣住的，所以无论是梁天琦提又好，黄台仰又提又好，或者边个提都好，事实上梁天琦而家就坐紧一个唔应该坐嘅监，系六年嘅暴动罪，系嘛？好啦，我哋唔讲呢样嘢啦，我哋要讲咧就系话光复香港系由嗰、那个那个被控制失去自由嗰度攞翻出嚟，攞翻一啲原本属于我哋嘅嘢。正如 Mark 哥話齋，即係英雄本色。咁呢一個口號就可以話有異曲同工之妙。咁樣又有咩問題呢？而時代革命呢，革命我哋知道有好多唔同解釋嘅。但係時代革命當時梁天琦係有闡釋過呢個時代嘅意義，因為嗰啲本土派嘅興起呢，好多時呢就俾人標籤做世代之爭。所以我認為青年新政嘅問題呢，他有青年那两个字，那是不是过了30岁不可以参加这个组织？是吧？那民主党有没有说有限一个岁数？这个工党有没有限一个岁数？没有的嘛。那就是说，其实我也都在我以前的猛思潮那个系列里面
解釋過呢、這個所謂二元對立啊，即係虛構嘅唔存在嘅矛盾嘅其中一種謬誤咧，就世代矛盾啦，冇世代矛盾呢樣嘢噶嘛，只有公義同不公義嘅啫嘛。咁所以相對於青年新政，係咪將自己劃咗做青年，然後去誇大呢個世代之爭？咁本文前講嘅時代革命，佢個時代嘅意思就即係根據梁天琦當時講啊，呢啲我都係作事實嘅陳述，就係話咧，我哋係唔講唔同嘅世代，係所有嘅世代都要團結。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嘅口號嚟噶。咁我哋知道咧就話Free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Democracy Now。嗱，我又咁樣睇嘅。我哋經過中英聯合聲明，經過六四，經過基本法嘅制定，再經過嗰、那個彭定康五年中英嘅爭拗，係咪？去到最後竟然公然粗暴地整一個林立會喺深圳，去將啲惡法還原，同埋喺主權移交之後，一次又一次咁樣揾香港人笨走數。關於雙普選嘅問題，雙普選即係話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普及選舉 （universal suffrage）， 呢個就係民主裏面一個最關鍵嘅組成部分。所以咧就話，去到而家呢一刻，中共政權咧根本係冇心俾民主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市民。呢一樣嘢都將將甚明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要爭取民主咧，喺佢眼中就係大逆不道，因為佢講強權，唔講公理嘅，咁唔講道理嘅，所以佢唔肯俾你嘅嘢，你攞就係大逆不道。所以其實你提 democracy now， 雖然喺道德上你係站得住腳，喺佢嚟講就係一種叛逆，係嘛？因為佢都唔同你講。道理佢冇公義，冇道德，係嘛？佢根本係一班無恥嘅即係極權黨組織。由1921年中共成立到而家，除咗殺人同埋血腥，都冇乜特別嘅成就，係嘛？呢、這個就係歷史嘅判決。你可以睇我本《炎黃解讀》嘅，係嘛？咁即係呢個都係我都係客觀嘅事實嘅陳述嚟嘅啫。其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如果呢個亦都係一個合法嘅口號，當時叫呢個口號都可以參選，今時今日呢個口號又可以打動咗咁多人，所以呢又可以化解到呢、這個世代嘅矛盾，時代革命幾好啊！所以英文呢就叫做 Revolution Now， 咁你可以咁譯嘅。如果你可以譯做 Revolution of our time， 咁即係好似張伯倫首相當時講 Peace of our time， 咁但係我話如果 Revolution now 咧，就係我自己喺我自己面書嗰度 suggest 呢個會有一個好嘅刑法，咁呢個同埋 Democracy now 咧係即係非常之公正匹配嘅，因為 Democracy 喺佢眼中大逆不道，亦即係等於革命，咁樣咧就喺種種嘅環境之下咧。我認為呢個其實係最大公約數嘅，喺而家呢個環境，即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我亦都同意咧，林鄭喺度做緊文章。但係如果林鄭做文章，你就配合佢嚟去唱歌，咁又要令到我哋增加好多顧慮同憂慮同埋恐懼。咁其實我認為咧，呢種係一種潛在嘅奴才或者奴隸意識，係嘛？呢啲就係中國。幾千年嚟的糟粕，係咪直唔到腰杆，係咪驚呢樣驚嗰樣，對權貴係一種膜拜、恐懼，同埋抬唔起頭做人。我頭先講過，由呢個第一次 DQ 去到而家 DQ 到亂曬龍，係咪任意釋法，佢根本都已經破壞曬成個遊戲規則。其實我本人啊，最大嘅反彈。最大的不滿令到我是要跟他不共戴天，就是2014年白皮書和八三一決議。為什麼呢？我是一個尊重法治
同埋認為法治精神係最重要嘅嘢，就係呢個強世功教授喺幕後撰寫嘅呢一個2014年嘅即係呢個管治香港嘅白皮書，講到話法官都要愛國，同埋呢個831決議呢兩個文件咧，就係違反基本法嘅，係咪啊？我係一個喺香港長大，有香港的核心价值为我的坚定信仰的香港人，我们尊重的就是法治，你要践踏的就是法治，是吧？所以当时那个不满情绪，2014年以我个人的经历，那个不满情绪是那里弹起的。当然这么多年来我对中共的认识呢是一路地加深，知道他在做什么，是吧？我亦都講過啦，即係唔好講咁多自己嘅嘢。但係喺1997年嘅6月30日，見到嗰個聯合王國嘅國旗同埋香港當時嘅殖民地旗幟係最後一日懸掛咧，我心係非常之悲哀嘅。咁但係呢啲嘢，嗰、那個聯合聲明又冇我哋份去決定，係嘛？嗰、那個基本法嘅草擬又喺六四之後，搞到即係其實都冇乜保障力，當然仲有少少，就係喺李柱銘先生佢未曾離開個草位嘅時候，都做咗一啲功夫，但係最後都唔係我哋嘅意願去做，佢完全踐踏咗香港人嘅民意。咁所以去到而家呢一步，我哋以我哋嘅經驗、歷史同埋今時今日，我哋要抬起頭嚟爭取我哋嘅自由。點解仲要有一啲奴隸奴才嘅思想在後面作祟，去令到我們直不起腰杆抬不起頭呢？所以呢、這些這樣無稽之談說這個民、會給個位林鄭或者是幫她解圍呢，是方天下之大謬，根本就很簡單。五大訴求裡面有兩大訴求，即是不要說誰個下台了，只是說設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真真正正撤回呢個方案，呢兩樣嘢咧都好似即係監佢食屎咁，係嘛？死唔肯跪低，唔好話跪低，死唔肯接受呢兩樣嘢。香港嘅80%嘅人同埋所有嘅保守嘅政治力量，我講過好多次啦，退休高官、法官係嘛？同埋好多學者、商會，全部都要呢樣嘢，就係堅決唔肯。所以林鄭其實佢而家捉住你嗰兩句口號做文章，佢自己都唔能夠自圓其說。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仲陪佢啲？我哋成日都話講一句叫做免於恐懼嘅自由，但係自己搭一個棚嚟，自己嚇自己，而且亦都係將嗰個原本嘅牢牢喺自己手上嘅一個道德嘅底線咧，將佢自己打碎，讓拱手相讓，呢、這個唔知咩道理係嘛？咁又團結唔到香港嘅多數人，所以我認為咧，喺而家呢個時代，去到而家2019年，縱觀上述咧，呢八個字咧係順應民心咧，係要跟住嚟嗌。我哋唔係做一個軍師去指指點點，係咪躲喺個冷氣房裏邊教人哋點做嘢？而是要知道和捕捉到现在的时代脉搏，这个才是个重点，是吧？所以就是看不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要再加多一样的历史回顾，因为呢好像看我金色围城和我这个万不同集里面其中一条主线就是历史，尤其是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歷史如果不計這個主權移交，在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間這一段悲慘的22年，不計這22年，香港的歷史最痛苦就是3年零8個月的淪陷。但是當這個下國上將帶著英國皇家海軍來到香港，同埋咧，我哋集中營裏面嘅即係被囚禁咗嘅英國官員走出嚟，喺日本手上重奪香港嘅主權。
咁喺香港重新掛起呢一個聯合王國嘅旗幟，嚇、呢、這個日本嘅喺香港嘅司令咧，就將佢軍刀交下，係俾即係英國嘅代表喺度受降。呢、這、一個日子叫做咩咧？香港重光紀念日，即係1945年嘅8月15日，呢一個咧就叫做光復香港，第一次光復香港。咁其實淪陷咗嗰時，你知唔知嗰陣時啲人點講嘢？一個大嘅望族就姓周，另一個大嘅望族就姓李嘅。佢哋香港秩序維持會係嘛，俾日本收買咗去做漢奸。即係如果你用嗰個定義就漢奸，又維持香港嘅所謂繁榮同穩定，係嘛？當時如果你要喺地下做抗日分子咧，你自己死咧，佢哋即係當時香港有一啲即係記低利益上咗岸嘅收成期咧，就會話咧你死就好啦，唔好累埋我死啊嘛。咁所以我而家咁睇法咧，就話道德嘅底線就一定要守嘅。如果為咗所謂繁榮而安定，放棄咗你嘅原則道德，而出賣咗你嘅靈魂咧，係寧願即係寧願唔要呢啲咁樣嘅世上嘅財富，係嘛？我覺得和平理性去爭取基本法可以賦予我哋嘅權利，同埋曾經包括老平在內嘅一啲中共官員對香港雙普選嘅承諾。同埋而家呢五大訴求裏面起碼有四個咧係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嘅，所以我哋要努力爭取。至於爭取嘅嗰個手段同埋方法戰略係用邊一樣嘢咧？我諗每個人係當佢衡量過嗰個風險可以付出嘅代價都可以做。我唔鼓勵大家用仇恨去對抗仇恨。用暴力去對抗暴力，我是鼓勵大家要團結更多的人，但是看來看去，光復這兩個字呢，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呢，都有很大的很大的道德力量。我們要看到光復香港那一天，我們見不到光復香港，就算有多少錢，有幾多名，有幾多利，係嘛？我覺得即係捨生取義，不以利，不以義而得之，我就當佢如浮雲，當佢如垃圾。我哋一定要咁樣講，一定要咁樣做，一定要咁樣信，因為如果失去咗道德高地，就算你有千軍萬馬，都係於事無補。我哋唯一最大的武器就在道德上，我們的要求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